渔人码头巴比伦赌场员工洗手间内发现一具女性尸体，司警正对案件进行调查。死者41岁，本澳居民，是巴比伦赌场员工。朝早11点几，有人在员工洗手间内发现死者，于是报警，初步怀疑是死者跌倒失救死亡。司警正对案件作进一步调查。